先啊，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用地取得的问题，这是长久以来在地方非常困扰的问题。只要政府一旦重大工程要施工，就有一些不法集团进。当然，第三步财富的工作，我相信我们尽快来给它完成啊。所以啊，有关于铁寮解决相关的一些经济部水利处要来做的工程。林县长，跟中央理事长，中央需要地方的问题跟我们协商的解决，但是也需要在地的民众大家配合，光靠这个中央跟这个地方政府的努力，地方如果不配合的话，这个事情照样解决。田寮乡这世界来参观我们的这个灾害，今天我们在这里来祈求佛菩萨保佑我们院长，我们以及全国的乡长长官能够政风康泰，身体健康，一切行政事业能够顺利，成就我们的这个需求。院长身体健康，谢谢。我看你们空调一顺，吴大师傅。